所以伊要甲你请教是有关伊第一遍的证保险牌啊，而且伊是新手上路，伊种的这品种是45品种，啊有做一个种植记录，所以老师你是不是当该小目一下吼，看伊记录的一个吼情形是不是爱做调整哈，他登记的很详细哦，他把他的一些相关资料呢都记录的非常清楚，所以伊要请教老师，第一，伫个营养管理是不是部分，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呢？哎，这个菜哈，咱有当时会用伊来分，是不是早生及早生这类的一个，这个变讲就包白啊，吼，通常就是讲啊，伊较耐热啊，所以选一寡这个较耐热、较耐热的这种较早生型的这吼、個，那么来做，所以你这个品种应该是较属这个啊，小较早生型的一个这个品种啦吼，但是这种的一个品种呢，通常伊迄个色水吼，较无通遐尼，就是讲伊个菜啊，这本来的无有一好的有吼，无两好啦吼，一好加一介吼，所以这是无啊多，所以这应该是一个这个啊45天的，你讲那是45天，就是讲点落到45天到50天，就当来改这个采收，但是这是温度啊，比如讲伫咱台湾吼，那是差不多3月迄阵种，你即马种。其实是无法度45天采收啦吼，可能啊，我咧摇啦吼，可能爱去加到10天上起码吼，但是可能到50天遐就会冻个啊，看天气啦，今年就不一定吼，今年凡是45天，因为这个啊，这个温度的这个关系吼，因为咱今年无到目前为止是无足低迄个温度吼，比如讲你种落了，可能无去拄到足低迄种温度啊，所以的生长的，比如讲包白啊，唔惊酸。但是呢，伊啊，伫12度以下的这个气温，伊嘛是袂大啦。伊是讲袂去会冻死伊安尼尔，但是伊嘛是袂大吼。咱听众朋友一定爱知影吼，所以啊，有时啊，就变作你较无法度吼，伊会一个啊，若是温度较低，伊就大较袂起来安尼吼。所以通常这种的拢是啊，这种45天的这种的，咱用45天看到这种品种多数，就知影讲这应该是啊，要变热人。吼、哦，要变热人的一个品种吼、哦，所以有时啊，你若是啊，这种热人的品种种较早，若无去拄到歹天吼、哦，因为伊较歹食，伊绝对较歹食吼，所以含别人比起来啊，可能的这个效果较无同，较尼好安尼啦吼、哦，所以啊，这个最主要是安尼，安尼种这个包白啊吼，首先就是讲。啊，你也爱小注意者吼，小注意者就是啊，伊这种物件无论安怎吼，伫咱这个温度伊通常都拢较容易缺钙吼，所以包白啊用这个细长的时阵吼，用这个4-8钙小补者，吼伊大起来，过来较大长一个，来冲一寡这个硝酸钙吼啊，伊的一个就是讲伫钙的一个这个补充，你若注意哦好势，那么伊成功率会加足高的，较袂落心相战吧吼，相战吧吼。啊，包啊吼，这种的问题就较少的这发生安尼吼，所以这当互你小做一下了解，基本上是安尼啦吼。那么目前甲看起来，你的一个就是讲整体吼，整体咱是这款的一个啊，这种管理的这模式吼，所以大概是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吼。所以伫这只只甲看起来吼，嗯。一个，因为这字实在是，稍等我一下吼，因为这字那是作细字的时阵，那么一般那是无放大，大概就没有办法哈、啊。这些不啊，今嘛呢，其实发现哈、哦，这个好像一天比一天还是有差别。现在有朋友。以前我不觉得哈、哦，这2年呢，会觉得比那是一寡不是很明显的这种物件吼，较无就讲像电脑荧幕吼，你看哇，愈看得愈无力安尼吼，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么来，这个咱稍微给它放大一下来看看吼，就讲伊伫这个管理上吼，管理上甲伊看起来吼，那么最重要的是讲伊是这个喷油啊、灌金哦，这啊饮水吼。一个物件做甲真详细吼，这种咧进步足紧诶吼。只要你若是啊会晓有做记录啦吼，咱简单讲吼，只要你有做记录吼，只要你若是有做记录啊，你进步诶，这速度足紧诶吼。所以
目前甲伊看起来吼，即、這个七天暂停哦，这频率其实还蛮高的哈、哦。嗯，喷药啊，2月2号、2月5号、2月8号、2月10号，差不多哦，饮水哦，看不出没有，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啊、有啥物细甲插起的即个所在哈、哦，所以。然后用药哈、哦，用药也还蛮不错哈、哦，这类物件呢，那么这类、个、哈、哦，这其实然后、哦、你用的这啊、反正这些东西哈、哦，这一挂这啊、这种营养元素哈、哦，这物件你安怎去用呢，都没有问题哈、哦。那么就是讲在这类目前来看起来哈、哦，那么包括咧用这类病害，因为咱通常。你这个病害的这个红地来对哈，啊，咱的因为你这个免得克敏哈，免得克敏哈，免得克敏啊，你2月8号喷一盖，2月15号个喷一盖，我的建议是啊、是你含2月19对调，可能会较好。比如讲你二月啊，比如讲你喷2月8号你喷一遍对不？啊，你过来个过，个要喷这个免得克敏的时阵。啊，但是这已经有轮了嘛吼，比如讲伊免得克敏，啊，过来的达美芬，啊，过来个免得克敏，个达美芬，个免得克敏吼，其实这样子这个就是对，但是因为咱这个期间真短有无吼，这免得克敏2月8号喷，2月1礼拜你就差不多个隔掉一遍吼，所以这一般来讲呢，我是认为讲你也当个选一支药啦吼。啊，比如讲，不一定得爱免得克敏啦，吼，这种听讲你好，吼，你用免得克敏不是不行啦，这套上面袂使，对吧？啊，就是讲那个成本会很高，吼。啊，比如讲糖油啊、次诺特，吼，这时阵糖真济，这你用这种油啊，不啊都无意见，吼。所以这个原因是安尼，但是这内底你唯一上大的一个，这个啊、唯一最大的一个，就是不是钙的部分，吼，这。这个天气要搁还好哈，但是啊、对着温度你要较管小块哈，改一个这部分你也当搁做一个这个补充，还是讲你落肥的时阵啊，你也当甲落一撮啊，比如讲你落的这肥落点加一撮啊，这个硝酸钙哈，啊那无看见你这种诶一个这个行动哈，觉得我是觉得还不错啊，那但是用药点当行。啊，比如讲，伫恁附近即只家是讲，因为虽然你是新手对吧哈，啊，但是呢，你会当问恁朋友吼，还是讲附近拢有嘛吼，拢有几间啊，即农药行呢，啊，伊较推荐。啊，为什么伊推荐？唔是讲去遐拢有百草当拍，唔是啦，就是讲伊可能就是去遐拢会当有人因咧较药吼，即、啊，大家感觉伊咧派药啊啦，是啥物款呢？有一点啊较有水准吼，是安怎？你会当？啊，都开始咱未晓嘛，吼，未晓你就讲宝贝啊，什么人种了，啊，伊会跟恁朋友来对，吼，因为你会落去种，绝对唔是青帮白帮的种落，一定是有人甲你筛，袂使讲筛拢，有人甲你即个提供意见，吼，啊，恁较早我嘛是安尼，吼，比如讲像阿伯也是家己土生，啊，这种呢，其实，哦，你。一项唔捌做过即个工课，即、這个叫做土生吼。啊，迄阵当然嘛惊真侪冤枉路啊。但是种包白啊，这也唔是讲达无人种过，所以若有人种啊，你会当去啊，有一挂朋友吼、啊，你会当了解看卖者啊。你啊去学人的技术啊，你家登记起来啊，登记起来上介重要就是讲啊，拄只波啊，甲你讲的即、這个其实包白啊上要紧吼，上要紧就是讲对着温度的者，即生管的时阵呢，伊就容易缺钙吼、哦，所以。一般来讲，我拢会建议讲，比如讲你后面吼啊，一支这个高钙镁的头剂尾的改通灌过啊，吼、哦，这效果就足好诶，吼、哦，这其实啊，当然你也是搁较投入，拄着歹天也是虾米款吼，你搁用其他一些这物件啊来改这配合，这我拢我感觉讲这本来就是好事吼、哦，就是讲你会当配合其他物件做伙来用吼、哦，啊，这起来呢。啊，一定这个效果会较好啦，吼、哦，这通常是啊，这款呢，这道理伫咧吼，所以这伫只来当互咱好朋友呢，啊，小做这参考吼、哦，就是讲你若是会当个注意钙的一个补充，大概你即内底我甲看起来，整体因为有一寡物件我唔捌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是唔是有补钙无补钙，我袂使安尼甲你讲哈、哦，不敢这样子跟你讲哈。哦啊、所以呢，啊，伫这个呢算。爱烧来解啊，
稍来改这注意一下安尼啦吼，所以这啊、这个的我还是提醒吼，因为过来你即马诶温度咧升诶一个速度会较紧嘛吼，那么通常就是讲伫速度紧诶这情形之下，伊上惊就是缺钙。啊，缺钙对相战吧，伊对即个啊，即、這个较容易得即种细菌性软腐病吼。啊，咱上惊迄种个种包皮啊，上惊就是细菌性软腐病，伊个干燥肩嘛，吼、啊，会烂会臭心吼。啊，当然你痰有顾会到，伊个空嘴啊，较袂去互伊即个吼，即、啊這个啊，较袂去互伊夹歹去啊，是安怎吼？即个差真济啦吼、啊，所以呢啊，一般来讲就较无啥要紧吼、啊，所以你即、這个。啊，细菌性的这个药啊，比如讲露水若重，啊，咱这种就爱小注意者吼。只是讲啊，我感觉你用的这个药啊，吼，唔免这么嚼啦，吼，真的唔免这么嚼吼，唔免这么嚼吼，这个物件是安尼吼。啊，为什么讲唔免这么嚼吼？那么，比如讲你那是你咧种的时阵，你唔是用这个，你定植有要用迄个药去泡吼，去泡药啊，去浸泡，对不？啊，有去浸泡，有浸泡的时阵吼，我个人认为讲，你是不是把这个免得克敏提迄个所在，诶，无介济嘛吼，提来泡，或者啊，效果是较好吼。但是你这用的这个药呢，啊，基本上来讲吼，这药啊吼，是有比较较高标啦吼。这有当时我个人认为讲。啊，比如讲像糖药啊内底吼，糖药啊内底亚麦皮、银麦丁、阿巴丁、丁基加保护这两三四吼，啊，这四支会当抽一支起来。比如讲阿巴丁，你会当抽一支起来。哦，比如讲你咧浸，哦，你咧浸的时阵，你阿巴丁，你也是用浸头的这，啊，你喷的时阵吼，你已经有这个克完派吼，啊，这个物件吼，啊，这个赤诺特吼。泰芬龙吼，这大概这个物件就是讲啊、其实也差不多了吼，就讲、是、极限啊，除非伊是啊、真严重啦吼，啊那无呢应该一支白麦灵，一支丁基加保护吼，我都要改，都要甲叠真久啊啦，哦，这原因是安尼吼，所以唔是讲咱这个药啊吼，你得一直用一直用吼，因为这药啊总是这成本啊，拄开始不要紧，你也当操作看卖者吼，就是讲啊，照这种的这方式，但是我给你的意见就是讲啊、你这是一个这个做完美的这种用药吼，但是呢啊，这种完美用药唔是一个做合适的一个用药，安怎讲唔是合适的用药，唔是做适合的原因是因为呢。咱安尼成本的无形的一个增加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拄讲无要紧，我拄开始额外来了解看卖者，啊，你要记录起来吼、哦，比如讲你用过什么药啊，吼、哦，伫这个许手册内底，啊，你得去甲查，哦，去甲查出来，吼、哦，比如讲啊，咱伫这个许吼、哦、啊登记用药内底，啊，你爱去甲查出来，查出来看伊是咧啊，这支是啥物物件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然后呢去甲伊提出来用，啊，你就知影吼、哦，因为你既然有这种记录嘅习惯，啊，手机啊，吼、哦，每天，哦，因为你用嘅这药啊嘛，吼、哦，比如讲你。啊，你用什么药啊？啊，你当时咧，你就该摕起来。有一工吼，因为一工才几支尔嘛，对吧？这几支药啊，尔，你得有用，你得该啊，该查一下吼。既然咱那是要做这道，有个人讲啊，我得做水小的，他来做事。卖为咱卖为种心态，咱今日就是讲啊，既然我要行这条路，我得把这条路行好做水亏。不过今日拄到一个少年的吼，少年的嘛，因为伊家伊个90年的嘛，90年的，90年的拄啊30岁尔，过年30出头岁啊尔，吼、哦，一个人一年，吼、哦，一个人，吼、哦，一年做1200万人民币的生意，一个人，就他一个人跟他老婆而已，因老婆，去甲伊即个负责收钱，负责甲伊管几下啊，许一个指一个所在，像你拢含人合作，一个人。一年做赚1200万，为什么伊一个人会当做赚1200万？原因是因为伊甲这个草莓种甲足好，一项物件，一项草莓尔，伊别项袂晓。你若讲着干嘛别，伊就甲伊讲你搞不懂，你不要问。种草莓，啊，因为伊有一个平台，伊个起手足好，伊去
啊，开始去认真，啊，伊就甲每一项物件做详细去记录、记录去甲做做一个。所以伫即个业界内底，大家拢知影讲有一个少年的草莓种了袂歹。哦，啊，伊本来就是本科系的，所以啊，伊即个物件咧进步即个速度，伊的起手会比别人较好一点点啊啦。哦，就是讲通常本科系的像阿伯啊这种的，啊袂种完就惊死啊。草莓有这个几啊百种病拢伫啊，咱伫啊等，规身躯就带咧等吼，啊人伊就去甲做，所以一项物件既然也是要做，该做到一个极限吼。所以我相信吼，有一天这个世界就是你的舞台吼，你若是看会开啊，台湾总是吼，总是咱来往外吼，这个台湾上大优势。就是讲，咱心胸放较开，咱有这种往外发展的这种啊，你那是别人唔敢行打出门，咱也敢打出门，你就有这个机会。所以你把这物件甲做好势，包括你即马这个药啊，哦，你啊，你用的时阵，免得克敏啊，上面是免得克敏，上面是百克类，哈，上面是克凡派、赛素洛宁，哈，这个美福众，上面是次诺特。即两三四五六七八八几药啊是虾米款啊？啊，你用的迄种这个页面肥是虾米款的？这个页面肥有必要吗？有没有必要？哦，你家己当去甲了解页面肥有当时啊啊，这种的见仁见智，为人的干嘛讲这个是对的？有人说这个是不对的，啊这啊是安怎吼？但是就是讲。你也是会当为这农药去改良，啊，较几支药啊，尔对不？你用的嘛是只尔，袂超过十支啦，吼，十通行尔。一礼拜、两礼拜、三礼拜，你就把这药啊捌了，登记一下，记重点，记起来。后盖你就知影讲，为什么伊是安尼咧派药啊？派迄药啊对啊对，有合理无合理？迄阵你就足清楚的，吼。啊！你安尼种起来了，后盖人就知影你足够种一个包白啊，吼，比如讲啊，不啊，一个朋友对，大家想要去包白啊结啊，因为足够种包白啊，人伊就是足够种诶，对不？啊，为虾米足够种诶？用心嘛，这代志就是安尼，唔是讲啊，这个有虾米闭关啊，是虾米款吼？用心就对了，吼，这用心就对了，吼。啊，所以大体上是安尼这情形哦。那目前就是讲啊，即内底拄只讲到就是钙的问题，你需要注意一下吼。第一过来一个是即个肥料吼，即个啊后面这部分啦吼，比如讲五分地硫铵九包，过磷酸钙三包，即个啊氯化钾三包吼，这种的一个即个比例啦吼。那么我个人是觉得你可能爱。要不要这么复杂？哦，还是讲这个量哦，是不是有一点过了？哦，因为这量毕竟是有较悬小块哈。那么这个量啊，这你咧饮水都爱细字哦。这种的这个比例呢，其实啊，这种这个用肥的比例哈，这种的这个量呢，其实啊还蛮多的哈。这个物件呢，已经算不少了哈。这个尤其这个就。过磷酸钙哈，这氯化钾用它三包哈，这个呢其实没有那个必要哈啊，但是就是讲这个总体量有较悬小寡哈，将整体一个这个量哈，不过伫这种有呢，那较青地这应该是无啥要紧，其他啊不啊干嘛讲啊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哈啊，但是就是讲我因为啊你开始做，我相信呢应该是很认真的一个好朋友。那么你定既然要认真啊，这条路要甲聊，要聊就聊较深嘞哦。把农药给记录一下，伊是虾米款，啊，要去捌虾米款哦。上简单就是啊，较早讲爱去找册，啊，有当时啊，迄册嘛无册通找啊，要查资料，你得爱去较去对一个所在，较有法度查。即马啊，即、这个社啊，大家都通去查哦，谷歌哦，谷大神哦，找即、这个啊，即、这个歌啊，伊就当甲你找着。哦，啊，你查啊，咱台湾够一个足好个好处，就是讲，咱公家机关内底足侪册拢是电子档，对不？啊，你查到啊，一摆你就知影，后摆你就现，逐工伫遐看啊，即支啥物药啊，甲看一下，大概知影啊，足紧吼，咧进步即速度足紧啊，即不用两年呢啊，即、這个你得当下级哈。啊，这个怎样讲原理在哪里啊？所以目前个看起来是这个肥料用量，吼、哦，就讲、是、注意氮钙肥，吼、哦，都爱补钙，因为这内底对钙的这个概念较薄，吼、哦，因为啊，伫包白啊，那不是正常去注意，咱讲的正常去注意就是十月，吼、
才袂开始种，国历才袂开始种，一直到啊，即、這个差不多开春了收，即、這个时阵嘞，吼，差不多伫开春进前才收。过来那是开春以后开始种诶，一直到即、這个啊十月即阵任何一个时间种诶呢，即拢算。这拢是即个种包白啊，内底就容易缺钙的时阵，因为伊高温嘛，吼，爱高温伊根较无好，啊，就较容易缺钙安尼，吼。那么这你也需要注意者，吼，这基本上是即个道理啦，吼。那么我是建议讲，因为你即内底拢无用到即个微生物，吼，因为这拍底呢，啊，已经有即个十包的即个这过磷酸钙，吼，这可能其实都是过量的 over， 吼，因为呢，一分底那是有。一包的一分底有一包的过磷酸钙，因为你个有加咧加晒咧嘛，吼、哦，你有加晒五十几包，这应该是这个量真有够，吼、哦。安加利唔免遐济滴，这个涂骹底，吼、哦，一种物件呢，这个用咧就好啊，吼、哦。这其实初期钾对作物的这成长一点点啊都有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这整体的量其实是超过的，是讲你上大问题。我个人认为讲是出伫这个啊，出伫这个基肥甲着你施肥第二遍这个施肥的这个。啊，即、这个总体的量吼、哦，上过头济吼，其他倒是我较无意见。啊，你会当啊，用一半摆啊，即、这个溶磷菌吼，试看买下者哈。这其实啊，即、这个溶磷菌用来了吼、哦，你绝对会吼，你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吼、哦。咱一个好朋友啊，甲用过吼、哦，大概呢效果呢都很不错哈、哦。那么即个部分吼，当、哦、我咱听众朋友好、哦、小做者了解哈、哦。嗯。